自己大部分嘅皮膚都被燒過，連樣連指毛都被兇手燒到冇。要毀屍滅跡，就唔知燒曬算啦，你一定要抌爛塊面。真相對於某啲人嚟講係好緊要。呢個世界太多壞人啦，Everybody just wants something from you。 仲有个女嘅咩？系，不过死咗21年噶啦。就系你家姐个反，啱啱灭门出狱，廉贞佢咩？佢咪你杀？大家都隐藏紧啲乜嘢咧？而家最大嫌疑嗰系喺上边。 凶手唔系佢，一个坐过20年监嘅人，会唔会一啲计划都冇？成单嘢真系有啲问题。